老板没有来啊，来了两个小鲜肉。一般就是你买得很气，然后他们就会免费帮你把旧的拆走，旧机换新机有折扣啊，折扣5000块嘛，对不对？以能源补助领完就没了。我家的客厅太大了，差不多10平吧，原本的应该是1-2吨，现在换成3-4吨，旧机回收还有钱拿，这就快把它收掉。很壮哦，这个各位女生朋友家里有换冷气的，可以找一下这个帅哥。我是你的菜，约我到你家里坏坏。一个两个三个，我的妈妈他们都说需要我的来到。一个两个三个，你放的妈妈他们都说需要我的包包。机身冷冻，什么先生？杨先生哦，你要指定杨先生啊，各位妹妹。平常有健身吗？还是怎么做？嗯，没有，就平常工作而已。单身吗？对，太厉害，杨先生到你家帮你装一下。你想诱惑我？你做梦！我很爱我老婆。一身冷气，团队虽然都很年轻，但是看起来都很专业，然后又长得很帅，哦，两个都帅哥这样子，而且好像很猛很壮这样子。这根本就是巨石强森啊！现在因为有一个洞出来，所以他现在要把洞补起来。我家的楼梯要搬家具，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，要这样走4楼。我小时候好像从上面滚下去过。这一招叫做无敌风火轮，你跟敌人一起滚下去，把他摔死。现在再上最后的洗涤孔，把它修边一下，都做得蛮漂亮的。